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邢楠。我们今天要来试驾的是日产御龙，他们最近导入推出了全新2023年式的尼桑 Altima。那它在2022年式的时候，旧款的是叫做卓越旗舰版，售价133.9万。那这一次全新2023年 model 售价微幅调涨，来到139.9万，它叫做极致的尊爵版，售价微幅多了6万块。但是它在从外到内，当然也有一些新年式的进化。今天就跟我一起来试驾。首先在车身外观的部分，阿提玛原先属于的这一类的中大型房车，它是强调带有运动跑格调性的旗舰房车。那这一次新年式改款的重点在于车头部分，你可以看到它的 V-Motion 的水箱护罩多了熏黑的格栅的设计，然后头灯也改成了下勾型的阵列式的 LED 头灯。来到车侧，你会看到它也配置了全新造型的19寸的多峰式的铝圈，让这台车看起来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运动跑格之余，又更多增了几分的帅气度。搭配它原本的悬浮式车顶以及蛮低趴的车身的线条，我觉得整台的阿里玛就是从它改款前到现在都拥有一个非常跑格化的整体风格呈现。那来到车内的部分，原本阿提玛的内装配置最主要的差异进化在于车机部分，大家这各家车厂都希望让这个消费者有更好更丰富的功能，甚至在视觉上的尺寸也更大。原本旧款的8寸，现在的车机升级到了12.3寸，也是现在各家欧日系一个主流的尺寸了。那里面内建功能除了有无线的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之外，对手机的连接更方便应用。那在中传下方也多了 QI 的无线充电。那主机的功能显示部分，它内建也有中文的导航。那很特别的是，你放在主页的时候，像我现在，你就可以呈现不同分割的画面，像是你要同时使用 Apple CarPlay 听音乐，然后用原厂的导航，都可以做一个画面完整的呈现方式。除此之外，在仪表的显示界面，它还是采用原本的架构，中间有一个7寸的液晶萤幕的数位仪表。那虽然尺寸不大，但显示的资讯功能蛮丰富的，不论像是 ADAS 的显示、ProPilot 的界面，或者是 Navigation 的导航图资，以及像我现在让它呈现的是属于 VG Turbo 的相关作动动能表，它都可以在中间做完整的呈现，搭配左边转速、右边时速传统类比式的设计。我觉得这样的功能使用，以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也算非常好用。除此之外，在舒适豪华的配备部分，前面有双区恒温空调，搭配座椅也有加热的功能，前面两张座椅也都有电调，以及驾驶座的记忆相关功能。那向来你上他们家的座椅给你就是所谓 NASA 零重力的舒压的体感所以不论你开长途或是你的身形比较魁梧，像我这样，我觉得坐起来整个的舒适度真的是一流的。另外在车内的空调的界面的部分，原厂双区恒温空调，那有特别强调它用了加大的冷气压缩机，像今天的天气依旧是这几天持续的高温动辄35-36度，其实车内你只要开到第一段第二段温度设定在18-20度，就给你一个非常舒爽的空间那不过我们今天在试驾过程中有感受到一些细节的功能部分，刚刚有讲新年是多了 QI 的无线充电，就在排挡箱的前面这个位置那一方面日晒直接会晒到这个位置，那我的手机也同时做了 QI 的充电，但我开了大概半小时就发现手机有显示iPhone 就说暂时停止充电，因为过热，那我拿起来真的不论是充电板以及手机的背面都还蛮温热，所以我觉得未来室温越来越热，这一类 QI 无线充电原厂势必要在在它的周边加一些空调出风口，对它做散热降温的动作，不然像我刚刚充到一半就要把手机放到自备座，不要再继续充。另外在音响的配备，它原本就有的 BOSS 的音响喇叭在这一代新年式继续沿用下来。那内装还有一个进化的部分，就是在原本阿提玛的中传排挡座周边以及门饰板上是用比较年轻的饰板的风格，那这一次的进化则改由强调质感的钢琴烤漆的面板。那后座乘坐的空间感受部分维持跟改款前一样很好的中大型房车的尺码齐聚，以我的身材坐到后座，膝部至少有2个拳头以上，那横向的空间也都非常愉悦。当然以它这样比较呈现跑格悬浮式车顶
稍微往后低消的这样的造型，在头部空间的表现大概就只剩下一个手掌多的头部空间了。就是这一代的阿提玛自从2019年推出之后，在国内其实一直有不错的销售成绩哦，蛮大比例的车主会选择它哦，都是看中它相较于同级这一类中大型房车，它在动力以及底盘操控的诉求部分向来有不错的评价。那动力部分新年是维持一样，它还是搭载这一个全球首颗量产的 VC Turbo 可变压缩比的 2.0 升的涡轮动力。那 VC Turbo 它的重点它就是强调可变压缩比在8-14:1之间做变化，像我现在在起步比较低速的时候，它就是用8:1左右的低压缩比，搭配它的歧管跟缸内直喷的双喷射，然后以及传统奥图循环式的引擎燃烧，让它拥有一个不错的起步的加速反应。那当你到了中高速巡航高速公路的时候，它就会在很聪明的透过曲轴的连杆，让它压缩比改变它活塞的丧死点，朝到了14:1左右的高压缩比的状态。那供油燃烧的部分也会自动切换成控制喷油更精准的缸内直喷，然后以及更节能的这个 Atkinson 阿金森式的循环的引擎让它兼顾了动能跟性能以及节能相关的表现诉求。那在出力数据维持在最大马力239匹，最大扭力也高达36.9公斤米那性能兼顾了，它的节能部分平均油耗能源局也公布有13.3的公里表现。所以相较于同级距的中大型房车来说，奥提玛在动力的表现部分拥有相当不错的亮眼表现。那它的 XCVT 的链条带动式的不断变速自排，透过方向盘后面换挡拨片，有8速模拟的手自排，让你做随心所欲的操控。如果你想要更直觉的运动化的换挡反应，也可以透过排档上面的DS 档键来启动。底盘部分，阿提玛拥有 Zone Body， 就是轻量化高刚性的这个车身结构，在底盘前半部也有大型环抱式的副车架，那让车辆行驶起来的稳定度非常不错。当然如果发生碰撞的时候，它对于车内乘客的防护也会有更加的效果。那悬吊前麦花臣后多连杆式的悬吊，搭配19寸的胎圈，然后以及单筒式以这种赛车诉求的减震筒的设计，让它在作动的声音大幅的降低，那在作动的反应上也都更直觉迅速那维持跟改款前一样，拥有非常不错直觉灵敏的操控的驾乘感受。动力操控享受之余，我相信在开上长途或者是你疲惫下班之余ADAS 的功能大家非常重视。这台车在主被动安全的部分，10颗 ADAS 的辅助气囊，搭配他们的 ProPilot Level 2一键启动，方向盘3点钟启动，按下这个蓝色的波纹钮之后 ，ProPilot 就启动。但你在车道维持至中方向盘转向辅助的部分，你第一次驾驶你要开启，在左边有一个方向盘的按键，开启之后它就会自动维持待命的状态。你每次设定 ProPilot 启动 ，ICC 全速域的自动跟车 ，LKS 的车道维持至中辅助，以及 TJP 的交通拥塞辅助等等功能就会同步的作动，让你拥有很好用的 Level 2的辅助功能。但以这套系统整体来说，我觉得它的 ICC 不论是在跟车的顺畅度以及灵敏作动反应上都还不错，但是在车道维持至中的部分我觉得它在这个比较弯的容许度的这个灵敏度上稍微弯一点的弯道，譬如说我们在二高啦、南港联络道啦一些弯道中，它蛮容易就会偏离回幅压到路边线，然后再启动车道偏移警示辅助的相关功能。除此之外 ，ProPilot 也拥有你上他们向来的一些独门的ADAS 周边配备，比如说PFCW 超视距的碰撞辅助，然后以及像是后方前方的主动的碰撞预警预刹，以及盲点 RCTA 它拥有非常完整的细项功能。好 ，ProPilot 我们来到了这一段引道的路面。它就是稍微微弯的状态，我们看一下。如果标线清楚的情况下，这边还 OK， 因为速度不是太快，大概在60-70左右。那如果速度稍快它的维持至中还是会稍微跑偏一些，要靠你自己修正你的方向盘的动作。今天试驾完了全新2023年式的尼桑阿提玛，它可以说是在既有的不错的产品力，像是 VC Turbo
世界的引擎大厂获奖无数次了，包含它也有很好的底盘操控的表现，带点运动的跑格。那安全的部分，它也是在去年美国 IHS Top Safety Pick Plus 非常高的平等的殊荣，它也都获得了。那新年式的重点，就像我们影片今天介绍的重点，在外观上的运动跑格的琢磨，以及内装舒适、科技便利性的配备的提升，让这一次新 Altima 的整体的产品力又更完备提升了。那搭配最近他们也推出了夏季销售七月底你购买还会有像是空气净化器的赠品，20,000元的原厂的配件金，甚至车主还可以参加力保的赛道体验，看起来真的是入主的好时机喽，推荐给大家。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试驾，谢谢你的收看。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看我们的影片，帮我们频道按赞、追踪、订阅起来喽，这会是支持我们之后继续拍出更好的作品给大家看的最大的动力。谢谢大家。